我姓是，是非的是，是一杰，我不会客气。你不是不在吗？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。记住，最重要的东西，大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一旦来到你面前，不要客气，勇敢抓住。真正的球员一旦上场，就不会想下来。你不会来？我手机忘了拿。最近你一直在躲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？我喜欢你，你是对哥哥的真心。邱子轩，干嘛？如果我现在努力加紧练习，有机会带你进决赛，拼个冠军吧。我知道我越界了。